地表最强奇哥，地表最强鬼喜哥，看到鬼喜我就放心了，有没有？鬼喜太神了，真的，鬼喜用霸气震慑住了那个人，他不敢靠近。然后是这场游戏没有鬼喜，我们只有一个喷涂加红色闪电。一波啦！我操！我操！还没抢！头弹很贵吗？我保我保我提一保我提一保，鬼喜啊，也是也是啊，地表最强鬼喜，怎么是我选得起的呢？那个文章，地表最强，地表最强鬼喜哥，我操！我操！公平。我操！我不写太夸张了吧？你这号好强哦！我操！最强鬼喜哥和平。就没看过啊？怎么会抢？鬼喜不知道看和平吗？你怎么把他杀烂？鬼大，你怎么这样好哦？哦，你没有说好，对不起哦。鬼大没有同意你啊。买这个时光。鬼喜哥好神啊！哎、欸，他是狂吹你啊！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怎样？等下鬼喜你是怎样？你是以前小时候听过这人蛋蛋吗？为什么会这样狂吹你？鬼喜你有付他钱是吧？他是不是你安排的灵眼啊？嗯，好扯哦！哇，他怎么追到尾？有你们人打死你！你有用什么话？病哦！好夸张，鬼喜，你知道他做了什么？哎、欸，地表最强卡利斯来了！哎、欸，感觉他好有成就感哦，好爽哦！玩的跟鬼喜一样神，靠飞！你其实听起来你也没多厉害，毕竟只跟鬼喜一样神，听起来不够厉害，你知道吗？刚才太好笑了，这个。我操！真的像啊！哇，你看你被呛了，你也是鬼喜哥，哇，还被屌呛，而且被呛还说你也是鬼喜哥。没有，刚刚那个真的。你要找下一次点。鬼喜哥抓了流行。请问我现在有跟鬼喜哥一样强了吗？欸、他一直说鬼喜哥很冷酷哎、欸，他是想找你、欸、鬼喜哥，你怎么回他话？他来打你话。鬼喜哥，他到底是谁啊？为什么他会这样子？鬼喜他是不是他在打十场？他改成是小号啊？他是以前被你踢过蛋蛋，你就是在说话。鬼喜有粉丝团哦，干我要看。到底是大改创的啦，还帮你，他还帮你发了一篇文哎、欸。你叫什么、啊？我从来就没有去管你过那个。你点那个 Discord 哟。你不要点哦，那个不是我创的啦，干。哎呀，还有123个赞哎、欸、，What the fuck？那个是大开创的，我从来都没动过那个网页，好吗？还有人帮你抛文呢，干傻小、啊！你还有人帮你抛文呢，好、啊！如果才能玩得像你一样强，鬼喜哥好神啊！你看到这篇，我操！2013年10月25日，刚拿到一组炉石战机 Beta Key 的序号，将随机送出给粉丝团的朋友。你这个，你还有活动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的粉丝团，这是大开你的粉丝团的活动比我的粉丝团的活动还多哎、欸！傻小还可以抽炉石的序号。这是大凯偷的啊！Oh my god！ 这么强啊！那批赚钱哎，大凯好会啊！好猛！盖太好笑了！不要讨论这个话题了。哇！鬼喜刚拼那个双塔真是太会了，怎么个地表最强鬼喜哥啊？地表最强鬼大！聊天室洗起来！真是不，你以为不靠鬼大我们能活到今天啊？真的是，鬼大太猛。